啊，兄弟们，现在觉得我秒。我的，可惜可惜。我的，可惜。没事，我们今天赢了一把，兄弟们还可以，我们做到了，兄弟们，我们今天至少赢了一把，我们做到了，兄弟们，nice，我们只能说比我想象中的好，这个结果比我想象中的好，这不是嘴硬，这是真的，兄弟们辛苦。可惜这把还有一个点，我们确实 BP 没做好，我们不该放那个 LCK 的路线大没。我们把位换成那个路线就对，行路线了。大没应该那个，如果对。要办那个凯南的话，是的，应该那个主要是那个 BP 没沟通好，确实那个是我的，没做的，没，可惜没事可惜，没我们事没前事，面还是有优势的，对吧？一开始。是的，一开始有优势，后面是我们只是没有游戏内没有处理好，主要是看不了回放，也没法复盘，可惜了，没事，可惜大可陆惜，差距零可点惜，六零，谁的朋友零点零？没事没事团没事，队游戏啊，肯定每个人都没做对，好。我二杠八呢，我死的最多呢，没事啊，没事啊。可惜可惜。可惜，辛苦。那我们就到这里吧，没事，我们看情况。如果我们现我们没事，看情况，没事，这么就这样了，没事，兄弟们，没事，我怎么啦？准备关包装死了吗？啊，没有，不会，哎，你看回放是哪一步？哪一步？几分钟？我看一下，我也可以看回放。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复盘一下，兄弟们，几分钟？可以，我看一我下。我就得看一下，真得看一下。感谢翔翔我的也一笔看一怎下。么做的补贴，谢谢啊。咱们前面都是优势的，前面。对，我们前面打其实我们都是优势的啊，我们这边说都非常好。啊，就我那个好像是换线我去笑的那一波开小伤，不应该死的。卢翔第一个人头好像是我送的，我没造好，我把那个他造到我这往我这边来。我中路那波有点关键，我不该过去勾那个人的，然后被留了。我送了第一个头。我们送了波大的。啊，你说那个 TP 绕后那波吗？车上中立塔。对，踢完中立塔，该直接走。这里再走来不及了。现在娜美绕后了，主要是。我死了之后也没有收娜美球。主要也是该勾的。他这不已经两个头了呀？好像又是这个，好像又是录像的头。哎，中路内部15分钟，我这不是不是该开 ADC 的呀？我距离够吗？我看一下，几分钟啊？15分钟。15分钟，你能开 ID 就开 ID，开不了 ID 就那个，感觉不就能看开娜是不美，是？要不就。娜美吗？啊，你好像永霜到了，好像。不，他那个永霜到了，但是他一躲了，我那个是已经把大招丢出去了。啊，那就你就是看娜美吧，就看娜美就好了。我这个一闪永霜之后，感觉主要是大招已经丢出去了，我以为那个他已经被永霜到了，然后他 E 出来了，然后就把他炸走。我们杀了娜美吗？好像没杀掉是吧？没有，娜美也没杀到，他闪现掉，他闪跑了。了。拿出娜美，这先锋团根本接不了，我发现。我们得先开，先开的话。对，有大树娜美，我们被开，感觉根本就赢不了，这
这两个刀都直接全击飞。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不太好打了，我没有了。感觉我们打团我也没。这不是先锋前面吧？先锋前面就已经蛮厉害了。好像是那波团打完好像没那么好打阵容。是的，这卢锡安五杠零太猛，伤害太高了。因为这刀没冲进来，我打不动他。没事，兄弟们，辛苦辛苦辛苦啊！今天大家都辛苦，没事没事，挺好挺好，辛苦辛苦。感谢强强都一米怎么做的伯爵，谢谢啊！辛苦，没事，我们今天到这里自由活动，兄弟们，今天放假一天，自由活动。你要下播了？不，下播个屁呀、啊！妈呀，什么下播啊？什么叫下播？我以为你要下播了呢。没有，我往那个不灭永恩去了。我这把看完，感觉不灭电刀永恩还可以。我先玩不灭永恒去了，我得练一下啊！辛苦辛苦，自由活动就啊，没事没事，辛苦辛苦 ，OK OK OK， 改天再来，辛苦辛苦，拜拜 OK， 等我从那个什么那个沙漠户外回来，我们继续组团。冰岛回来？那不是，什么意思啊？张无忌？没事，开不是你拿了两个，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你开我干嘛？妈呀，你这把！哎，没办法。不是你前面给了你两个头了，妈呀，你这两个头有什么用啊？对面的妈呀，一个头都没有，卢锡安就打了五个头了。没事，我的算了，不嘴硬了，对不起，我的不嘴硬，好像今天确实是不能嘴硬，今天好像没资格嘴硬。没事没事，辛苦辛苦辛苦啊。OK，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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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辛苦。哇，我昨天练拿尼，跟九桶全没用了，我操，就唯一一个有用的就是一个杰斯。啊，太难了！真的差一点点，兄弟们，我说实话，第三把真的差一点点，第三把就差一点点。下次要出成绩了，他们啊、嗯，没办法，我跟你们说，不是嘴硬啊，他们已经练了一个月训练，这五个人，我们只练了两天，一天，可惜。但是我发现，啊，我觉得真的有点惨，真的。啊，我们应该不是输在决策上面吧？我们后面吗？我不知道呀。我说实话，你们，我这么说，你们可能不会信啊。我真的赛前我真的没想过我们会输，我昨天虽然我就开个玩笑说我们可能会输啊，我们被3-0怎么办，但是我今天真的没想过我们会输，因为我们昨天主牌是8连胜，我本来想的是我们如果赢了就是开开心心的就稍微简单吹牛逼啊复盘，然后说哎呦感觉什么什么？我昨天杰斯跟阿尼其实都玩的挺好的，你们知道吗？而且都把那种开团开的特别好，主牌跟选手还是有点那个差距的。你主牌打的是什么对手啊？我操，你主牌对手你不要瞧不起别人好吧？都有那种选手的，很多选手兄弟在的主牌真的没那么菜，很多很多人在啊。哎，我跟你们说，今天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事情，我已经想好了。其实我今天跟他们聊完之后，我今天想的是，有几个就是这次包括 LCK 队伍也好，然后 LPL 的队伍也好，他们说 LPL 的队伍也是，感觉我真的觉得2点到5点，我开直播前，开直播之前，如果是那种到时候有3点比赛就没办法，因为今天那个跟一个队伍聊了嘛，然后但是最后也是最后一个队伍聊的，但是后面就没机会了。感觉聊了一个下午还是没机会，我觉得我要保持状态的话还是得打训练赛的。我说实话今天打这个训练赛跟主牌，我发现训练赛跟主牌还是仅仅不算训练赛吧，就有点像比赛5打5，感觉给的压力还是差很多的。我说实话第一把你兄弟们
这个不能靠回放，我就没办法给你们看。我说实哦，能给你们看。我说实话，对心压力真的很大。感谢高贵老板的续费钻粉，谢谢啊！我真的觉得压力有点大。我前面对心跟他打的时候，发现，哎，这不是什么？我对心压力好大。